朱小青在这儿啊。感觉。问一下念哥啊，那是异乡好居的，问一下。这也是一身好军帽子。杯子，是一种东西。皮草就在这里。小老六的思想。
哎呀，我操！地上好机子，哎，新东方学校给的东西怎么没见了呀？就想当时从新东方学校拿的东西，就是什么 U 盘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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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 VIP 区吗？在 VIP 区，当时他们搬过来的。搬过来，那肯定就在。没在里面，我刚看了一下。没事。哎，坤哥，哎，你在公司吗？哎，你能帮我去那 VIP 看一下，当时新东方学校给的那些礼品是不是还在 VIP 放着没搬过来？就是我，啊，搬过来了吗？对对，我先在上楼梯。对，微信活动区我也进去看过了，那上楼厅好像我没有看见他们当时给的那些东西，我找一找了。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好，好好，不客异乡好聚的，在这里，这里。
康里克雷格学校。哎，这个康里克雷格怎么这么小啊？他自己定的，他自己不管我的事。嗯，他一定。但这个的话，也就多放一个嘛。人家康里是有字号的要求。字号的要求这么小，操！到时候跟这国际学校一比，一看。这个放哪里？签约，签约区。他把一下，因为两个人一张嘛。哎。对，两个一。那边已经放了一个了。那要不在这边上再放一个？可以，就这里放一个。对。这是你们的微信互动区吗？对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可以，挺好。他那个职业，不是企业的，我感觉没有指引牌啊。你看，就走到这里，说实话，你就不知道企业在往里走。是的呗。根本就不知道企业在哪里了。这还有？你看这。排队多还是？在等候，在等候。关键是我现在除了这个牌子，我没有看到指引说，哎，这边是往企业走，就是我们其他都会提示到。进去的话就蛮好的。没有给他留个能出来的位置，这里有点。没有空位问题是。陈姐还说在这里摆8张桌子，摆9张桌子呢。哦、我个人感觉啊，嗯、我在这儿没有指引，对，没有指引，我找不到棋。还没摆呢。哦，还没摆。你去摆吗？在哪里？就是我告诉你啊，你告诉我们在哪里。对，是的。来来来，告诉你。我感觉我是就是在这里，就是4楼，它不是有个扶梯上来吗？啊，对。扶梯那里它是这样上，它有一个网线指的一个画架，有一个指引的画架，你们去找一下有一个方向，然后摆在这个4楼的扶梯这里。不是，我说那个画架在4楼那个地方吗？你要摆在那个地方，画架在哪？你要去找。我操！我也是。然后呢？这就是从这里这边有个直梯下，就是坐到5楼的这个直梯，就是旁边那个下到1楼，旁边那个。你在那里放一个没有指引，只有地址栏的画架。哦，只有地址栏的画架。然后昨天我们买奶茶那里，你那里找一个往这边指的画架。就是我们这边是奶茶店，这里是入口，嗯，你在这里放一个，或者在这里放一个都可以。可以啊，但是、你去东西是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没在这儿、啊。他们先找东西，我觉得是，这是最主要的，东西在哪？这是最主要的。我的是啥？这。啊，这是小语种的。就小语种是吧？对。那在这里面吗？网站这些东西不至于吧，在这里面，就问一下念着吧。问念着，他不回。我问一下。